嗨，各位勇士，我呀，我回来呀。今天我是啥子？老北京炒肝儿哈。今天我刚刚到了北京，然后说北京来都来呀，必须吃一顿炒肝儿。来，我先看一下吧，然后摇一下。我是真的第一次来北京，哎呀，这黏糊黏糊的。过两天你刚好到这儿，料还是挺足的，啥子肠啊、肝啊、杂七杂八的都在里面的。然后还点了几个包子，哇，这包子都这么大的吗？三个馅的包子，我也忘了啥子馅。来，我们先搜，这是啥子味道的吗？猪肉的，猪肉大葱，它这个馅非常的软，这个皮也很软。再来一口这个。哇，好黏糊啊！入口就是感觉有点糊嘴。溜边儿啊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沉浸式吃播。最后一个包子，哇，一大股茴香的味道，茴香猪肉馅的。总体来讲，味道还是很不错。满分。